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拍毕业照的日子。不，今天是青春的葬礼。耶！耶！大家你们好可爱哟、哦！下一个宝贝，宝贝，哇，宝贝，下一个。嗯。耶耶。对啊，找不到。今天是大家都正在拍毕业照。对啊，终于有毕业的感觉，虽然没答辩。我刚刚也有看到，但我不确定哪一个啦。对，大家可以找一下。嗨，一班的朋友们，耶耶 ，Hello！ 天哪，终于要离开这个破学校。啊，你在说什么？没有，耶、yeah! ！你在说什么？海拔特别高的男生，你下巴收一点。好，来。准备一二哎，好了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启月，我是何洛洛。我是湖北电影学院第一届摄像系。这也太像什么？是高中四字热音，这是谁谁谁怎样怎样？你在排队排什么？我在排一个竹笋。你要被硬爆了！你要被硬爆了！你要被硬爆了！我没有资格在这里。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形式融合的挺好的，就是包含这个形式，这是我看得懂的东西。包含这样望出去的整个感觉，哎、欸，真的很漂亮。用理解和鼓励陪伴我们走向迷茫，走过迷茫，是你们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错地先错人。就是我们系的论文结稿日，然后就要统一拿去查重了。然后在这之前呢，我好不容易写完了，然后也自己先丢上知网自费查了一次重，结果查出来才 0.3%， Oh my god！ 可想而知，我真的几乎都是一字一字自己敲出来的。但我现在很怕，现在爬树太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这是我们。最后的上学路哎、欸，终于要走了。而且我们今天超肿，我今天超肿，我你也蛮肿的，其实我也很肿。我已经真的很久没有录到起床，然后 ，Oh my god， 反正去答辩了，祝我们答辩顺利。感觉好空虚寂寞冷，空虚寂寞冷是吧？那你哇，你现在仿佛拿到金鸡百花一样慎重。是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时刻。行，首先我感谢我的家人。首先我不可以雌雄，用一个比较华丽的词语来形容这。好，没关系，给你时间，给你时间。来 ，Polly， 我可以吃这个了吗？可以。这什么、啊？天哪，这是谁的奶茶、啊？哇，蓝雷吗？蓝雷，大家毕业快乐！靓女请的奶茶怎么讲？小兵去尝一下，蓝雷请的奶茶。对，为什么我讲的这么快？毕业快乐，毕业快乐！耶耶！天哪，青岛站也太好看了吧！你说这个叫什么？五月的风朗读比赛耶。请问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顺心海底捞。哇，这也太多东西了吧，我要疯掉。我从今天开始，这就是我的快乐老家，我以后每年固定来东北一趟。我在录视频。现在大家都要出去拍照，结果这个人才刚赶到，然后在会客室赶紧极限换装，找到家了。
哦，你还记得大一的时候你教我唱《与浪之间》在歌手大赛期间？那你现在会了啊？不好意思，你起个伴奏吧。我现在唱完《与浪之间》。等等等等，人又跳到前奏。现在已经几点？8点。来，那个后排同学看着点啊，把自己。不要出声音，不要出声音。OK， 第三章马上就开始啊！好，还有第三章。刚刚这个女人突然拿出这个，天啊，也太感人了吧！然后这个女人直接把它挂起来。我跟你讲啊，就是不怕弄丢才会挂起来，就是不重要。你们不要，你就是不重视。我要让大家都看见。对，他那时候头发好茂密啊。你现在开始要像你的父母，像我们的父母那样学会过日子，知道每一分钱怎么花出去。我去拿个袋子，把东西拿一下。放我的袋子就行了。我们现在在这干嘛？我要去领我的毕业证了。终于，五年，对，不止四年。来，请毕业证书。感动，恭喜你！是的，毕业的楼道就是这样，充满了搬家的箱子。你知道我很爱你吧？我吗？对啊，知道。那你真是无伟大。从来没有换过，对啊，是我们的守护神。好了，李涛，毕业快乐，拜拜。